没有人说过你们俩今天的衣服好配？嗯，有没有说过你们俩的今天的衣服好配？被人学我也没有办法。哎，我真是在出门最后一刻才决定穿这衣服，臭不要脸的。我看你的这场图我都惊了。那我比你早，我昨天晚上我就想好了。你也没告诉我穿。